小孩一岁还很小哎、欸，嗯，很小。就是少爷说你们应该还在很忙碌的状态啊。对，其实真的蛮忙碌的，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认识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那么急，说一定要马上要生小孩。可能那时候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希望说，当然我年纪比较大了，对，那我也不希望说给Penny 压力，说哎，马上我们就要生小孩，否则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我们没有我们的一个自己的时间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等了，对不对，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才说哎，四五年之后我们才决定生第一胎这样子。陶喆作为一个音乐圈的偶像，其实讲话还蛮勇敢的，就是我看到他那个发 po 自己的照片出来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一群年过半百的大叔，他愿意让年过半百这四个字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很勇敢呢。你不在乎吗？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没有所谓的，我应该还好吧，我没有什么偶包吧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吧。嗯，那你在家会穿得很邋遢吗？你一说四角内裤拉到很高的地方那种吗？就是只穿个四角内裤，然后可能一个已经穿很旧的那种很垮的 T 恤，会，但是因为家里有阿姨啊什么的，所以也不能穿得太，对，太那个嘛。哎，我真的对你们的婚姻生活还蛮好奇的、啊，嗯，我想知道一些事。花花万物，常年陪伴。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